欢迎来到 NCL 奋进号线上说明会。出发前，您需要完成预办登船报到，稍后您将可以依照指示一步一步完成。出发当日，请记得携带有效护照、行李条及登船证。外籍旅客请再次确认您再次入境台湾及相关签证。基隆港出发的旅客请依照登船日规定的登船时间前往基隆港东岸报到。请注意，7月13及8月14出发的旅客请到基隆港西岸办理报到手续。高雄港出发的旅客请依照登船日规定的登船时间前往高雄旅运中心报到。抵达港口后，您需要完成行李托运、办理报到手续、通过移民官、扫描船卡后才能登船。完成预办登船后，您将会有行李条电子档，请列印下来，并且依照指示折好后放置梭子包中附赠的行李套内，再将行李条绑至您的行李手把上。出发当日，依照码头动线指引托运行李。请记得不要将您的护照及相关旅游文件放置托运行李内哦。完成行李托运的旅客将依照指示上二楼报到柜台，请您准备好护照正本及相关旅游文件办理。已完成预办登船的旅客仅需要再到报到柜台再次确认您的身份。未完成预办登船的旅客，请您耐心地在报到柜台依照人员的指示完成报到手续。手续完成后就可以领到船卡了，并且准备前往登船口过移民关。所有旅客皆需通过安全检查，更多邮轮的相关规定请参考说明会手册。请先准备好您的护照正本及船卡，依照指引排队，依序进行台湾移民官员证照查验。再次提醒，航行全程需使用同一本护照。船卡有三个作用：航行身份证、消费签账卡、舱房钥匙，请于航程期间内妥善保管。上下船皆需查验，如未出示有效船卡，将会被拒绝下岸或是登船。右图的船卡将载明几个重要资讯：旅客姓名、乘船船名、紧急集合地点。 NCL 奋进号船上计价币别为美金，您可以使用信用卡或是现金作为消费设定。每位旅客皆需完成船卡消费设定才能下船观光。小提醒，船上并未设有外币兑换柜台，有现金需求的旅客请务必于出发前兑换好所需要使用的外币。出发前别忘了下载 MyNCL， 有了它将为您在船上的生活更加便利。您可以在 APP 获取 Freestyle Daily 上的餐厅时间、活动时间等船上相关资讯，购买付费项目、预订付费项目、航程中消费明细、甲板图等关于奋进号船上资讯。出发前先了解一下奋进号各项设施的所在甲板层吧。登船后，您可透过 NCL APP 预订特色付费餐厅。小提醒，船上的消费都需外加20%的服务费哦。奋进号提供6间免付费餐厅，有自助餐形式的花园咖啡厅、2间主餐厅、轻食的24小时餐厅及亚洲菜色的丝绸亚洲餐厅。奋进号也提供6间特色付费餐厅，有经典牛排馆、Onda by Scarpetta 意大利餐厅、Le Bistro 法式餐厅、具有美式风格的铁板烧等等。当然更不能错过海上星巴克。酒水套装分为基础酒水套装及 Premium Plus 酒水套装，您可依照您的需求购买。网络套装分为基础网络套装及豪华网络套装，您可依照您的需求购买。为了旅客安全，邮轮上公共区域和舱房全面禁烟，如您有需求请至指定吸烟区抽烟。请使用船上提供的烟灰缸，切勿往海中丢弃香烟或烟灰。离船前一晚请于 APP 里面的 Onboard Account 下载对账单，若有任何疑问请在离船前至宾客服务柜台确认账款。
离船前一晚可以将绑好行李条的行李上锁，并放置于舱房外，让服务人员收走。建议准备随身行李包，包含离船当天的服装、盥洗物品及旅游文件。NCL 也提供另一种离船服务，如您认为不需要托运行李，您可以使用 Easy Walk Off。离船当日，清关完成且离船程序启动时，旅客可以依照船方指示于当日先行离船。请注意，严禁携带任何动植物入境台湾。详细规定请参阅入境报关须知台北关中文版网站。加购岸上观光的旅客将可以透过说资包内的卡片套上获取您所购买的岸上观光使用日期、岸上观光代码、车次及当日集合地点、时间的颜色贴纸。如您为自行安排岸上活动者，提醒您至少于起航前一个小时回到船边，若延迟回船将不予等候哦。出发前完成预办登船，您可以缩减码头报到时间，预订付费餐厅及购买船上套装项目服务。为了缩减您在码头报到的时间，我们将建议您最早于出发前21天，最晚于出发前4天完成预办登船。进行预办登船前，请您阅读以下注意事项。过程中会需要拍摄及上传您的正面照片，填写英文姓名拼音时需连在一起。进行预办登船前，一间舱房至少需要申请一组 NCL 账号，每组 NCL 账号可以进行自己及同房旅客如长辈、小孩的预办登船。请先备齐下列资讯，所有资讯需使用英文，包含护照资料、紧急联络人姓名及电话、英文地址与信用卡资讯。您可以扫描右下角的 QR Code 进入 NCL 官网。进入后，从未注册 NCL 会员的旅客请点选 Register。 如您先前已是 NCL 会员的旅客请点选 Login。 从未注册 NCL 会员的旅客点选 Register 后将进入此画面，请依照指示步骤填写您个人资讯，完成后点选 Create Account。 建立新账号，请依照片指示依序填写，详见下一页。请依序填写英文姓名、出生日期，并于下题选项选择 Yes。填入船票上的 Latitude Number 共9码数字，点击 Continue， 依序填入您的会员注册资料及密码。完成上述资讯后，请选答其余两项问题，填妥后点击 Create Account。 您将有7个简单步骤需要填写，以下所有资讯皆需以英文填写。点击右下角的 Start Check-in， 点击 Check-in。 步骤一，填写个人资讯，请依照片指示依序填写，填写完后点击 Save and Continue。 步骤二，填写联系资讯，请依照片指示依序填写，填写完成后点击 Save and Continue。 步骤三，填写国籍证明，请依照片指示依序填写，填写完成后点击 Save and Continue。 步骤四，填写邮轮前后行程，请选择 No， 填写完成后点击 Save and Continue。 步骤五，填写船上支付编号，请依照片指示依序填写。再来，请依照片指示依序填写账单资讯。最后，请依照片指示输入电子邮件及确认信用卡资讯后打勾。填写完成后点击 Save and Continue。 步骤六，填写健康与安全，请依照片指示上传大头照并依序填写资料。填写完成后点击 Save and Continue。
在阅读疫苗接种和检测证明相关规范后，点击 Save and Continue。观看完安全演习影片后，勾选下方选项，点击 Save and Continue。步骤七，您必须勾选同一条款及条件之方框，完成后点击 Finish Check-in。若您为同舱房内的所有旅客办理入住手续，声明中将显示我代表其他客人同意。全房旅客完成上述步骤24小时以后，请再次进入您的 NCL 账户下载 eDock， 内容有您的登船证及行李条。左图为您的登船证，登船证会显示您的码头报到时间、航程及舱房号码等资讯。右图为您的行李条，行李条依指示折好后，请放置说资包附赠的长方形行李套内，并绑在行李上。